我痛！啊，这种东西！莉亚，莉亚，没用的，这种强化塑料，不管是什么蛮力都打不破的。多丑的样子！现在还说这只小笨狗比我帅吗？当然帅啦！什么？因为莉亚是温柔的，不管变成什么样子，不管变成多么凄惨的样子，绝对是，莉亚是世界上最帅的。球球，莉亚是最帅的。我受不了啦！像你这种人，脸和身材还有心灵都是超级丑陋的。加上了超字，在丑陋前还加了超字，不可原谅。快笑！莉亚，我终于见到你了。莉亚，就交给我来救吧，以后我绝对不会让恰恰再碰他一下了。来喽，莉亚！哈哈哈哈哈！可是，秋秋没事吧？莉亚，玛丽已经决定，绝不会放弃的。小姐，我来帮你。你是？我只是一个恰巧经过的摔跤运动员而已。哦的！谢谢，恰巧经过的摔跤运动员。哪里，只是帮个小忙而已。莉亚！天哪，怎么办？莉亚离我这么近，好想就这样一直下去。现在不是说这个之后吧？不是吗？好幸福！你在说什么啊？我们要想想办法对付这个铁球，把这个链子给烧掉，出来火炉。我想大概就是出来香蕉吧。成功了！笨蛋，仔细看看那个铁球吧。很搞笑死了。